继续第五天散药 Bright 就是所谓的亮点，或者是高光。闪烁呢是 SPARKLE 灯容线 ISOCHOR。 春天呢，它的形状呢就像一个线圈，它的中间呢会有断线，这个断线呢就好像有光线照射形成反光的一个光点亮点。 OK， 那我们就在这上面呢画大大小小的封闭的线圈。那它的尾端呢，可以把它封闭起来。原则上呢，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来做断线，那也不需要每一个都要有闪耀。像这个可以在底下，这样也可以形成所谓的重叠的一个关系。那也可以单独一个，然后呢，再来画阴影。好，那阴影呢，在这个光反光的位置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它是最亮的地方，所以阴影就是会在另外一边。任意的去用2B 因为这个线圈的感觉呢就跟炫光一样，它的光线呢好像在流动，也未必是在哪一个方向来的，你会感觉它是来自四面八方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用纸笔再来增加它的层次，让它自然形成一个空间感。好，那被藏在后面的呢，整体上来讲会比较暗。这一个外形，
给它一个空间感。仿佛它四周有在发光一样，形成一个晕光也可以。那晕光呢，你可以选择向内，也可以选择向外。好，比如说这里向内，啊，这里也向内，那这里呢可以向外。好，那这一个，都没有很特别，一定要怎么样？就是且走且看，随顺自己的笔，配合自己的眼睛，好，就是让直觉去控制整个大局。画的时候呢，可以边画边转动，好，去审视。审视完之后呢，在思索，整个状态是很轻松的，好，随时关照自己，然后调整呼吸，放轻松，让自己呢，沉浸在这一个艺术冥想的一个很平和的状态当中。很轻松的专注在这一笔一画当下，不去多想什么，不去做计划，也不去想它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就是随顺自己的心意就对了。这是春天，接着呢来画等容线。等容线呢，可以随意的画一个形状。好，这个等容线呢，也是可以搭配闪耀的缠绕图样，好，可以很任意的给它几条。产生光点，好，有几个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等容线咯，一样的，好，很随意的去制造阴影。好，这个阴影呢，可以选择在这个光亮的一个侧边的位置，好，也可以在这边。好，先制造赤黑，然后再用纸笔去产生更多的层次。好，所以缠绕画呢，会借由铅笔来强化空间感，吸引目光之外呢，利用重叠、闪烁，好，这一些技法都可以增添画面的一个空间感哦。好像我这边把影子画在这个位置，好，这样都是很实验性的去尝试。你想到就画，可谓神来之笔就是了。所以在影子的画法上面呢，都是可以强化空间，制造了很多的一个奇幻的一个空间视觉效果出来，所以不用去想太多，你可以尝试
让它产生各种不同的米爱，然后画好之后呢，去审视，审视完之后呢，你的目光很自然而然会牵动你的思想，带动你的心跟笔，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现你能够很自在的去增添，去补强这个画面跟空间哦。好，这就是等容线，不是很随机的，就是凭自己当下的一个感觉去画，所以每一次画出来的结果，每一次的练习也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一次的练习都是唯一的一次，这就是所谓的艺术的冥想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可以开始来创作了。那一样的，我们在缠绕日记本上面呢，点出四个点，这个点呢的距离呢大概是 6.4 6.5 这样子的宽度。那这个画面你也可以不是直的，就是徒手画，所以甚至你在画这个时候呢，你也可以这样子这样子都是没有关系的。 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就来画这个暗线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今天的暗线，很特别哦。反正不管，好，我就是在这个暗线里面呢去画等容线。大概是在相同的位置去增加闪耀。好，我也可以几个有画几个没有画。好，这是我的等容线。我画的时候呢要随时调整自己的姿势，很随意的去画等容线。好，那画的时候呢一样，纸张呢可以随意的转动，去让手拿笔的手呢可以更顺。好，那这个光点呢原则上呢是放在同一个位置，但是我觉得也 OK。 也 OK 的意思就是说
也可以很随意的想断就断，改变不同的方向，很随顺因缘的去活。好，只要你的心够定，这样子的心境就会反映在你的一笔一画当中。OK， 所以从线条当中呢，往往呢就可以观察到你的心境的状态哦。随意的哦。暗线呢，就是一个参考线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可以选择保留或增加。好像我现在就把它跨越了。随顺因缘，随顺你当下的一个心境的转变，很自在的专注在这一笔一画当中。在这个当下啊，就只有凭着我们的直觉，随着笔，在这个当下，心手合一，仿佛你的手也有思想一样，就是不用想太多，随顺笔意就对了。只要你很轻松，你的心态很自由，就是专注在这一笔一画，调整你的呼吸，放轻松，没有做计划，也不去设想它会变成什么样子，
就是按照缠绕画的11个步骤，放轻松，调整呼吸，准备好带针笔、铅笔、二 B 的铅笔、HB 的铅笔。好，那用 HB 的铅笔画出边界，定出画面，画暗线，然后在暗线所分隔的区块内去发展各形各样的缠绕图样，想到什么缠绕图样呢，就把它画进去。这边呢可以画沙特克，画沙特克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搭配闪耀做出亮点。不需要每一个都有断裂的亮点，所以闪耀呢就很自然而然的，就像我们心中的亮点一样，突然有一个亮点出现的时候，你就形成一个休止符，停住一下。 OK， 那还要画什么呢？春天也可以搭配节日情调，好像这个节日情调就可以在这边也形成断裂。好，那这边呢也画一个节日情调。好，所以任何的缠绕图样呢都可以应用闪耀这个产生亮点的，就好像光线呢照射在水珠或者是眼睛所及的物体上面，形成反光点是一样的效果。好 OK， 那这里可以再画大大小小节日情调。形成重叠，好，那这里也可以。这个中间呢，你可以搭配烈酒。好，那烈酒呢，如果去搭配闪耀呢，比如说这一个缝隙，我们不需要去给它特别的去填满，好，这样就也是形成一个闪耀。就是一个反光点。我
者是我们可以把烈酒这样子留一个光点，就是把这个球体直接填满。好，这样子也是有闪耀的效果。还有什么缠绕图样呢？前面我们学到的啊、还有哦，骑士桥，我们把骑士桥呢放在这里。好，骑士桥呢也未必是直线的，我们可以让它是弯曲的。就这样去形成一个方块，一个有起伏的方块。嗯哼，那可以在这个地方做涂黑，那这边呢做涂黑。在涂黑的时候呢，也可以留下一些反光点，没有做完全的填满。好，这样也是一个闪耀。这上面涂黑的时候呢，特地保留一些光点。好，那这也是一种闪耀的表现形式。好，这样子，那这里也是。所以也不用填的特别的黑、填的时候呢用交叉的线条去做填满。嗯哼，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再用烈酒来做填满。像这个地方也都可以，好，给它一个黑色的光点的填满。好，像这个两个春天的中间也可以保留一个光点。好，这样子一些细部可以先用烈酒做填满，然后形成暗部的一个反光的闪耀的视觉效果。这样子呢，画面就变得非常的丰富而有层次。在这里来画新月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新月也可以在这边做这样的题目。好，那新月呢也一样，在弯曲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形成断线。好，那这也是那这样子的点点，用点点做填满。好，也
也是可以形成一种闪耀的效果。在边界上面，给它一种星星闪耀的黑点跟光点，可以让它维持在一边。有点像点化，然后形成一种沙丘啦、光影的效果。在边界上面，所以除了阴影用铅笔来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闪耀的感觉之外，用这样子的点画技巧也可以尝试看看。好，那这样空间呢很热闹了，我们可以稍微转动，改变方向，看看还要增加什么。好，那牛毛草呢，是不是也可以产生一个断线？就是一个画面的延伸。好，那这里好，这样子了，就形成一种节奏感、韵律感。好，如果觉得这样可以了，就来用 2B 铅笔来画阴影。好，那像这一个有闪耀的地方呢，基本上就是不会有阴暗。好，它就是简单讲，亮点就是光亮的地方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个影子呢就会跑，它会避开光亮处。好，那这样呢也很自然而然呢就形成一种亮点。形成一种次第交错的动态的视觉感。好，那我们就把等容线的影子做这样子的处理。好，所以第五天这个闪耀，就是提供我们一些参考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感觉，去经营这个阴暗跟明亮的视觉效果。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不用想太多，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意，在你非常的平静而且完全沉浸在这个画画的这个艺术冥想的当下，
你很自然而然让自己的笔，让自己的心很自在的去延伸。好像我现在基本上我也没有去想太多，就是随顺我的笔去营造这个空间，然后画一下看一下，有觉得要增加就增加，这个觉得就是你的直觉哦。好，没有对错，也没有谁规定。缠绕画，跟着我的影片，一起放轻松，找到自己的自信。剩余的这个好像这边沾了一点，然后就可以拉一些来这里了。好，那这个呢先清掉，这样很随意的哈，去形成你的明暗空间。没有标准答案，所有的答案呢，随着你的心，你的手，就会呈现出真实的样貌出来。所以呢，缠绕画呢，所画的就是你当下的这一念心。你当下的心境，好，随着你的笔触，就慢慢的会浮现出来。只要你够放松，够轻松，你的心境呢？是很平和的，很宁静的。好，再来是这里。所以只要画完，我们就稍微转动看一下，看完之后不需要多想，笔拿起来就知道你该做什么了，都没有特别去参考什么，就是参照你的内心，你在这个转动的过程当中，很自然而然就会找到新的方向，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。并没有特别去经营什么，就是很自然而然的
就会顺应着你的心思，一步一步。去达成你所要展现的一个视觉效果咯。好，好，所以答案呢，就是在你不断的转动思索当中。好 ，OK， 记得签名要上日期。签名也是画作，所以在签名的时候，在你的审视当中，你也会很容易的找到它该有的位置。签上名之后，一切都那么的美好。第五天，希望你也赶快去画，然后呢，放到我的社群，或者是我的 FB 水灵，期待一起进步，一起